很简单的来说明我们办这一次策展的最主要的目的啦。实际上往往我们在谈台湾历史的时候都是谈到400年多的历史，那往往也就是说我们在诠释台湾的历史价值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史前的历史，但实际上在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台湾不是只有400年，从考古遗址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八仙洞我们的国家级的这个考古遗址，它就已经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2-3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那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然后到佐证人，都是属于我们台湾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在台湾的一些很重要的遗迹。然后经过这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史前7500年前过来的，实际上都陆陆续续的发现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在台湾里面生存的一个遗迹遗构。就刚刚就卢堂馆长都讲了，我们会发现10000年前的一些铜镜等等这些出土的文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文化部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再现历史现场这个计划里面，我们特别规划了一个台湾史前的多元文化的内容来进行展示。那我们为什么会选上火光山呢？我们为什么会选上佛祖纪念馆呢？最重要的就刚我所讲的，实际上佛祖纪念馆一年将近有800万的观众。那我刚刚也稍微了解一下，实际上在来火光山，大部分文之士都会到佛祖纪念馆，然后文之一才会到火光山本山里面去。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实际上来这里参观的不只是我们台湾的同胞，还有包括大陆的同胞，更重要今天就有游轮来了，也就是把西方国外的一些欧洲欧美人士也都带进来的。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台湾的历史介绍给所有大家认识的，在我们的让他们了解一下台湾历史的厚度。要不我们每次出去跟人家讲，尤其我们文史界很感慨很深的，就是说我们在跟人家谈这种文化资产的价值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们台湾只有100年、200年的古迹等等等等，你怎么来跟我们这些1000年、2000年来比？所以我说我们的文史局在做文化保存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要把历史纵深拉长。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做，就刚刚我所讲的，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三部曲，先做保存的角度先来做，然后在保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让它传承永续，让它能够让下一代的认识。来体验，最重要就是我们把台湾的历史价值介绍出来。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史前这个文化的一些展览里面，包括了有8处的国家级的重要考古遗址。那当然高雄里面有2个，一个2省。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希望把遍布台北、台中、高雄的一个8处的重要考古遗址，你们灌溉的就那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里面的一些他们的历史脉络、生活脉络，我们把它呈现出来，非常的精彩。就刚刚那个我们杜博士讲的，苏博士所讲，他策展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些出土的文物都已经典藏在各个博物馆里面，而我们把能够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文化里面把它呈现出来。现在目前原住民有16族，那我们这些的一个史前的文化实际上都是这些原住民的祖先。那有4个是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里面，包括这个八仙洞，包括边乃遗址，包括凤鼻头遗址，还有包括这个13行博物馆的遗址等等，这些都是呈现的在原住民的领域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现在的能够感受到跟以前历史的老祖先能够连结，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台湾文化的厚度，它的底蕴。我想这是我们办理这一次展览的最重要的目的。
那跟文化部文资局的合作呢，我想在佛馆开馆之后已经连续三年，每一年呢我们几乎都有对于台湾文化以及台湾的宗教以及台湾的多元，那都会做一个呈现。这一次非常难得，也就是从时间上呢横跨3万多年的一些文物，总共有570多件，都是台湾出土的文物。那在空间上呢，从台湾的南到北，东到西，那几乎所有的文物呢，一口气你可以来这里看到，从3万年到1000年前的一个史前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部分。那在人间上呢，我想大家还可以透过现在的科技，也就是 VR 的科技乃至还原的科技呢，看到史前人们的生活，那人们如何用陶以及用现成的大自然的石器乃至金属器呢，来做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我想这个展览呢非常富教育的意义，也非常富呢对于整个台湾的人来认识台湾，乃至全世界的人来认识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展览。那展览最值得看的部分，也就是现场的东西，那有90%呢都是原件，都是原件，非常难得，也是第一次在台湾呢的博物馆第一次这么多的东西齐聚在佛陀纪念馆。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4月7号，欢迎来到佛陀纪念馆，看我们台湾重现台湾多元的史前文化的一些遗物。